大家好，我是秋风，今天为大家带来走春活动啊！过年已经过了，立春也过了，所以现在已经开始，春天的脚步近了，所以我正在走春。即便我现在正在走春啊，依旧回复观众的问题啊！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的回答问题又来啦。首先呢，第一个问题呢，他就问说：秋风，你和娜娜的双人跑酷为什么会断尾呢？其实我，你们在那个第二章，就是我和娜娜的跑酷第二章的最后面可以看到一张图。原本在第二集后面呢会有这一张图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压出的时候第二集后面就黑画面了，就什么都看不到。不过呢，第一集应该还可以看到这张图。那他有说我们下集再见，还有下集的话，有没有看到后面的重点？还有下集的话，表示说不一定有下集哦。就是这样子。其实呢，我和娜娜的跑酷是有拍第三章、第四章，还有好像还有拍到第五章。那为什么没有放上来呢？是因为，那时候开伺服器，它有些关卡根本不能两个人跳，就是不能开伺服器跳，会有很大的那个，就是你只要它那个活塞会一直动，那就会那个会有连闪会那个，所以就没有办法跳，根本就没有办法拍片，就是画面都那个的。事实就是如此，所以就播了两集给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笑一笑，看看我们的跑酷有多烂啊。好啦，那我们回答下一个问题咯。下一个问题呢，秋风大大，你能不能在影片结束时播放 NQ 是什么东西？他应该是说 NG 吧，他要在我在影片的结尾不要放下集预告，放 NG 画面是不是？这个有很难度因为我的纳克没什么 NG 画面可以放，几乎没有 NG， 也没有剪掉什么画面，就这么过关了。所以每一集不见得都有 NG 画面，不过每一集大概都有下集预告，除非最后一集，所以还是维持原样好了，放下集预告吧。谢谢你的提供意见。我们回答下一题吧。秋风，你选的回答问题有什么标准吗？还是靠感觉呢？通常没什么标准，真的就是靠感觉。我想回答的时候我就拿来回答啊，我不想回答这一题我就不回答。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啦。那有什么标准吗？就是有几个标准，我有写在我的个人网页上面，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就是如果你问到这些问题，我大概就是回答的几率就趋近于零，我就不会选来回答咯。那我把网址也附上来好了，那我们就回答下一题咯。秋风，可以把直播的片段都放上 YouTube 吗？因为一小段真的不够啊。 QAQ， 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。直播的画面其实都有放在 YouTube 哦，你只要去秋风的直播频道就可以看到完整版的日常啊。如果你觉得十秒看不够，你可以看两小时哦，两小时每一次都有两小时，大约趋近于两小时啊，它会比十秒日常还早一天出现哦，所以你前星期二就可以看了，毕竟是 Minecraft Tuesday 嘛。那日常十秒日常星期三才看得到，因为要剪片要时间，所以星期三才看得到。你可以先去那边看看哦，先去直播频道啊，网址一样附上来。那我们就继续回答下一个问题咯。这个问题呢是在那个第九集的索尼亚斯大陆问的，他说比起慢慢解决上面的伊欧里，还不如直接去打爆深怪砖。主要的目的呢，为什么要打伊欧里，是因为有一个任务要打十只伊欧里，所以才在那边一直看伊欧里。不然我早就去对付深怪砖啦，对不对啊？主要还是要射掉十只，把十只解决了再去对付你，就把对付深怪砖。那有更多人说为什么炸到你的那一颗你不跑，因为我压根觉得他不会炸到我，所以就没有跑，就这样子。可能是我跑不起来，可能是我没有跑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被炸死了。就是事实就是这样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画面就如此呈现，说不定是为了服务观众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回答下一个问题。这个留言呢是在那个纳克五之一章留的，他说游戏制作想得太不周全了啦，应该把第几章节的字这删掉，这样才可以什么一集全部看完啦，尖叫。我了解你在说什么，因为我也是觉得那个字提醒我这个章节结束了，不然如果他真的没有显示那个字的话，我应该会拍，就是拍二十分钟一集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显示字，我根本就不晓得哪一个章节到了，哪一个章节没到，可是他都提醒我了，所以就照他的章节拍啦。就回答下一题咯。那我们呢就来回答今天观众的最后一个问题。那他问说，这里是哪里呀？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竹山的梯子吊桥，又叫天梯啊，竹山的天梯。那这里还蛮多人在走的，我们也去走一走吧。那我们就在走天梯的过程中和大家说声拜拜咯。那我们下周秋风回复您留言再见喽，拜拜。